三十七题，恩尼做凸透镜成像实验时，用同一透镜对着同一个理智的正上方，以不同距离观察其成像，得到的结果如右图。请问实验时透镜与智的距离由远而近，成像出现的顺序为何？我们曾经理解、背过、知道，我们说如果放在凸透镜的两倍焦距外，会成为一个倒立缩小的实像，那就是乙，所以乙会先出现。然后放在焦点跟两倍焦距间的时候，会成为一个倒立放大的实像，就像丙，所以接下来出现的是丙。最后把它放到焦点内的时候，它会成为一个正立放大虚像，就像甲，所以最后出现的是甲。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出现的次序应该是乙、丙、甲，所以第37题我们要答案要选 C， 出现的次序是乙、丙、甲。